这个露台做的比较好，它跟露台是下面有几个柱，是放在这个水泥墩子上面，12个，不对，一行有4个，那就是16个，16个水泥墩子上面。水泥墩子上面的这个应该是不锈钢的一个支撑，不锈钢的支架，然后再在不锈钢的支架上面安装这种有点像塑胶的那个木头作为一个平台。这样子的话，这个露台就比较使用方便了。嗨，那ステーキな、テラスですね。あ、いらん。わかった。どんどん、こっちに入ったか。人工芝。そう、人工芝。あの、本当の草じゃなかった。プラスチック。プラスチックですよ。人工芝も綺麗ね。綺麗綺麗。